那么想要钻研阅读，迄是咱当然上进，啊，就是讲当然上进的这个意境，那么就是真快乐，上进的快乐啦吼。对于这句呢，伊是有用有用，疑问加袂了。那么，再来就是话，讲书啊，你怎么心疑？我一切众生皆有人心，为色心发心念。色心无常，有生有灭，发心有常，无依无感。经文心灭灭意，皆灭为乐者。不信何心，皆灭何心受乐。著色心者，色心灭时，四大妄散，庄严是苦，苦可言乐。著发心一灭，即动车末花节，随动是乐。有发心是心灭之体。五蕴是心灭之用，一分五用心灭是常，心即心即将体起用，面即力用为体，逐天定心，即有情即为，不生不断不灭，逐不停定心，即因为即灭，当以无情之本，如是即一切诸法涅槃，所。净福常不得心，何乐之有？那么呢，咱有众人来输着甲咱记得这个经典呢，甲伊讲，你怎么生疑？也是讲你因何生起了疑惑的心呢？那么记得甲伊讲，伊讲一切众生皆苦有了色心，那发心，那么色心也就是咱地水火风四大结合之心。那么发心呢，也就是咱的人民自信。咱一切话坚定的是信，真实的真自信吼。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心呢，色心就是因缘加合的，所以呢，这个色心呢就有了心力，所以讲呢，伊是处于无常。那么发心讲，即位色相有明定真心，所以伊是有常，伊是永恒的。那么而发心的不是。本身呢是不离也不隔，所以涅槃经伊甲咱讲，伊讲生灭灭依即灭为乐者，生灭灭依即要即灭为乐，伊对即句呢有疑惑，所以讲伊讲生灭拢灭去啊，就得尽量尽乐，唔知究竟是对一心的即灭吼，对一心去得受乐。如果讲，如果来讲，如果讲是色心的话呢？看，色心在咱生命将要灭的时阵呢，地水火风四大结合，讲一时不调和啦吼，拢分离散去，就是讲，咱这生命这个体生命要来了来结束的时阵呢，就伊讲剩下来完全是苦楚，剩落来的时阵无拢是苦楚，因为人生是苦嘛吼，伊讲既然明明是苦，就不当讲一定快乐。那么伊伫遮伊阁讲，如果讲是发生的疾病的话啦，就如同无力无觉的车草木瓦石吼，车木瓦石。那么咱有当了解，车木草木瓦石呢，伊是种无情，无啥物无情的东西啦，伊袂当感受着，伊是一个无情之物，伊袂当感受着讲啥物快乐。所以讲，伊讲众生原是有色的生命体。以色受相应，即就是五蕴呢。咱会伊就来讲啊，讲五蕴就是应用在即个生死上的。吼、哦，咱即个记得呢，有测度观念，就是讲伊个用即个相，就爱做相。所以讲伊讲色受相应是五蕴呢，是用在即个生死上。那么如果伊讲伊伫遮伊讲，就不停变现，即应会即变。哦，即个生命体内都有即个某意识的某种作用了呢，生灭呢就时常存在，是生灭之用，一体不用生灭市场啊！吼、哦，伊感觉讲，我阮色受相应是时常存在呢，感觉讲生灭是时常存在。那么伊再搁落伊疑问，伊讲性质将体起用。如果这个假体呢，这个体啊，伫个时阵呢，就会对这个体起了生的作用。
那么如果这个体若死呢，不过是这个身体作用的修复啦，会有到一个无生命躯体伊哦，伊是安尼了解哦，就用安尼来问咱这刘作云来说。那么伊个就来讲，不听经声，就是讲如果听着佛心之说啦，来世之说，那么有情的众生呢，就是生命不断，伊袂灭亡啊。如果若无听着佛心之说呢，那么死了就死啊。就永远为沉寂毁灭吼，永远是不灭，就亲像这草木化石等无情无事的东西一样吼，交伊无情无事的物件共款，一丛树啊死去就死去啊，安尼。如果真正是安尼，一切诸法被所谓涅槃的道理去来束缚掉，吼，我伊就是进入涅槃，就是死的意思。今今之间含糊因生命的活跃，因的活动力啊。生命如果若不存的，还佫有甚物真正的快乐？那么而且阿个这段就是甲描述着讲，记得伊伊迄个所在，哦。那么佫再落来呢，咱刘作云的解说，伊就甲伊做一个解说，哦，伊就针对记得伊的伊迄个来做一个解说。当然啦，这记得呢，伊读了环境已经差不多十几冬啊，吼，所以讲伊当然伊。虽然因对于这环境的灵异呢，要跟着想啊，但是至少他已经有在深度研究，只是一个看相，而且伊有真正把咱迄个珍珠啦摕出来吼，哇，第一，所以讲呢，而且伊还佫有着想。那么佫再者，咱老师伊就讲讲啊，伊就对针对咱的问题去回答吼，咱若有对这段这边的迄个灵异来做一个字面上基本概念吼。密是修筑和谐化的短小虾即以最小心法以你所算即色生活必有发生理性力由于激烈有推烈环上的上路言有心受用书脉即日生死当中世路密动密经动地不为一切美丽以我们和合为主体上，不给一切法为外理想。放心恶心，念念千年，不离梦幻一界，往事轮回。以上路涅槃，幻为可想，将尽离苦。那么咱刘作云老师呢，伊就针对咱记得伊的疑问来做一个回答，讲。咱记得讲，伊讲你是释迦如来佛的弟子，因为伊，但无你知释迦牟尼佛弟子拢有一个头一个符号的四的，吼，一个四的迄个符号，所以讲讲伊是释迦如来佛的弟子，为何呢？那个耳挂的人，也就是讲耳心挂有法有法的人，吼，无是讲咱自身有真佛存在的挂的人呢？啊，搁咧心怀求法的人呢，伊对着断相两种的邪见啦，所以讲伊伫遮咧讲，好是我的断相邪见，吼、哦，伊个属于咧境界的一定属性，就是对着了这个断相这两种的邪见来，伊随便伊对最上性的涅槃大法。那么伊伫遮就讲回答伊讲。依据你所讲的、就是色心以外，还佫另外一个发心。那么离开了这个色心的生命，又可也对当有着发心的级别，还佫而且伊佫推测涅槃是永恒快乐，哦，讲是有受用的真乐之心，啊，就是讲有受用迄个心了，对，这就是你舍不得生命的生死，哦，伊讲你就是。经历生死啦，哦，啊，搁写袂定的生死，生命的生死，啊，清清就着着贪求世上的快乐，哦，当着世乐啦。你伊直接去来讲，伊你现在已经当然爱明了，我非常的清楚，哦，世上所有物质的万物众生呢，伊讲呢，色受想行识，就是讲这个部分的合合生死的动作是自己
身躯形象的标号，注意身躯这个假的标号，伊毋知影讲是一个珍珠人伫遐咧甲咱操纵这个色相上面上，伊当作是这个肤体的标号，是伊自分别的心理外其他一切呢是外在定义的真相。那么不但如此呢，而且呢，佫会贪生怕死啊吼。梦想呢，就亲像讲，而且会讲念念千年啦，啊，就是讲梦想呢，就亲像水流般呢，绵续不断哦，就是梦想啊，用咱的信心甲梦想呢，伫咧流逝。而且呢，毋知影人生梦幻呢，一切一切虚假的道理，一凡所有上皆是虚妄的道理啊，这只道理无了解就是骗。啊，一直咧咧冤枉受着六道轮回。众生同款，吼、哦，啊，佮五种呢，即、这个喜好，即上落一凡上落，来甲伊当作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一件代志。吼、哦，爱足辛苦，爱，若讲爱生活足辛苦，才咱得到一凡之乐，伊甲伊转为苦相啊。那么呢，规日呢，伫遐奔波呢，毋知是咧追求啥物，啊，就亲像讲伫生活求法嘞，吼、哦，伫生活，伫咱的生活。咧求法，毋知影讲真正的自信物是伫咱的自信当中，所以讲，搁再落来呢，连咱有作为大师呢，也要家己做一个解说，就是讲，既有使有错误见解，哦，啊，搁落来伊就家解说讲，真正涅槃之路是啥物？那么，搁再来一段呢，咱有作为大师伊搁讲，伊英文内底搁写，不必诸国，乃是涅槃之路，刹那无有想象。刹那无有别相，永无生灭可变，实即即变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为相乐。诸乐无有受者，又无不受者。今一切五蕴之名，何况永年涅槃，复诸法，念应无生。此乃妄观非法。那就做慧能大师，伊就教，就搁教咱。记得讲，咱佛陀呢，里面着咱众生是如此的如痴啊，哦，所以只是涅槃之路的方法呢，是在刹那间呢，伊讲是刹那无有想象，刹那无有别相，就是讲在极短刹那之间无有升起的相，啊，在刹那极短时间内无有别处。因为本来心甲彼个境界，就好比空中的花、雾中的花同款，吼、哦，伊是伊原境无有生灭可灭的原因。所以讲无生无灭，正是大成果，这就是即个明的，吼、哦。心中如果咱也无阴暗不明的，就所有的现前，那么这就是这如果咱若佫会当的先分别即个真理呢？像究竟明了偌济，适用的道效真低呢？道效真低，咱并无一定的度量可言啦。不管咱知影无，伊讲伊的意思就是讲，无一定的度量，咱涅槃的无一个，无一定，我嘛不要讲啦。就是说，即使咱的心中呢，如果真正会当明心见性，那么涅槃的见性，在佛法的感受就是安尼啦吼。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上乐，上乐就是一种心境平乐甲坦然的意境哦。无虾米讲，虾米人来承受快乐，虾米人要当承受的观念，无这个分别啦吼。又搁那会当谈得上说，一个生命体有五种的作用，也意思就是讲，甲伊解释讲，唔是咱这个体，咱这个假体呢起了作用啦，哦，不是是咱这个珍珠啦起了作用。如果咱自信也无伫个呢，吸收相应之类，所有的作用呢都全部拢无去了吼。伊讲，伊搁来讲，何况你搁来讲着所谓涅槃呢？所谓的涅槃呢，是使一切法停止含糊，使生命永远不复去。那么安尼呢，就违背了真理，违谤了佛法，吼，一切无应该。咱有众生大师呢，伊先安尼解做一个解说了后呢，后边呢。解释讲，什么叫做无常的大念？哦，什么叫做涅槃之乐呢？以前先来
解除伊心中的疑惑了后呢，后壁这一段呢，伊就是咧甲咱这个记得呢，讲解着讲涅槃之路是啥物，吼、哦，后壁这一段就是啊。所以呢，咱就作为历史讲，行无意外，故乡大涅槃，原名上寂静，原无为之数外道即句段，只求自性人，故以为无助。尽数无尽数尽所给六十二建本奉立家己去家面，各位只是伊唯有贵良人，同担无出声。因伫五文化一片良好，外现众色相，一日音声相，明镜如黄昏，去还性言，不作涅槃界，以免。三界段相应自因缘，自不起用相分别一切缘，不起分别相，业火烧海底，风果三相结，真相即灭落，业法相如是。我今用言说，念念声声变，念念声声声变，你问虽然解，依你离消分。记得文字大幕拥有作品部分，那么呢，一段呢，也就是咱刘作霖老师把记得呢做一个解说，吼、哦，解说什么是上面面的这边面咯，也就是何为无常的大涅槃。所以讲，伊讲志向无，志个无常，可离生死苦厄，一无妄想如来自家的大涅槃呢，是一部。妙境明心的啊吼，是无有善乱，无始无终的是，家己呢通达无慢，无疑惑的。所以讲，伊伫遮伊讲，凡夫无知事，凡夫无知的人呢，讲涅槃是死的意思，吼、哦。那以前我按咱从咱个啊，如果咱若无透过经典之力的探讨呢，先知识甲咱开始了呢，那以前我看嘛拢感觉。讲了凡是死的意思，哦、所以讲，咱就是凡夫甲众生的这个关联啊，所以咱叫做未来来生的非常的地位哦。知影讲咱若无经有真理，无思考真理的，拢是这种错误见解。所以讲，凡夫无知的人呢，讲了凡是死的意思。外道即一段，就是讲生活变化的外道人呢，伊执着于断灭。伊只来做一个辩解，叫咱爱了解哦。所以讲，讲主求异性缘，无异缘无作。啊，就是讲，达到声闻对觉的这个境界的异性缘呢，伊讲是，伊拢认为讲，无因从功德上去求了。伊已经到这个讲无求功德上来求了出来之路，哦，甲咱凡夫众生已经搁有更上一层的这个意境。这拢是富有分别、计较、计较的心啦，是计较就是嫉妒，有咧衡量这个程度啦，这个心境的，典型的就是讲高超啦，甲无高超的这个嫉妒的心啦，吼，高低的分别。那么你这六十二种边界的这个关怀呢，端详有无这个边界呢，就来。入了种种之界名目，所以六十二边界呢，六十二种边界呢，有分一个意见哦。所以咱老研究，我想大概解看出来，但是你叫我解说，而且呢，而且看爱讲上古咱电公司的时间，我爱老去问问你。哎，我好像要解说就是，但是我好有解看，哦，我有揣册哈，解看，其实就是。二种边界的是咱来测量边界，吼、哦，入了种种之界名目，吼、哦，所以讲这毋是真实伊啊，毋是真实伊，只有非常性。啊，非常性就是讲妙地位已经现前的人，因心见性的人，吼、哦，地位显著的人，伊会当用道通达真理的人。伊既然呢，会不处又不下这个涅槃啊，就是讲无必注重这个涅槃是。什么的意见？伊会真修实练吼，啊无去就会功德上，啊无就会讲我用咱的功德反思咯。无这个想法，无这个思想，决定一切法不离
物，自古物中常有伊主宰的情物。古物中有一个主宰咱的情物啊，毋是即个家庭才会当有即个古物之用吼，吸收上面找即个情物，其实是有一个主宰咱的真主人的情物，也有情物主宰呢，体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形色色，以及各种不同的声音音响。那么这一切拢是如梦似幻的，咱的表面是一切拢是梦幻泡影吼，咱拢脑表情你就知。那么这种通达见已经会当有这个见解的人呢，伊心中一切拢平定，无高下分别哦，就把诸佛众生的三合世界一切一切看作平定，啊，就是无。人上、马上、众生上、受者上，吼，自然就无起了凡人甲圣人的区别见解。咱拢知影，凡夫圣人自性智慧平等。先不甲咱前辈则是想要甲咱注意的是，每一个人的自性智，咱的智慧呢完全达到平等吼。只是呢，凡夫的根器呢是白而不假。那么圣者呢，甲是。这个圣人先讲，因呢，因的因是呢，感情不白了，所以讲众生甲分呢是在迷雾之间，迷雾之间的差别之意吼、哦。所以讲，业并不是呢，生死外呢，生死外还佫有涅槃，吼、哦，还佫有涅槃，也毋是涅槃外有生死，无这个分别，吼、哦，又无两种的边界呢。以前咱有作为历史甲咱讲，伊讲。两边三这一段，这是错误的。你无两种的边界，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呢，这三种界限呢，界限就是讲无这个差别啦，哦，拢断的不行。这就是啊，去了讲一切拢无分别啦。所以讲，虽然有概念，必须心理用品伫个应用，向个以咱个心个当中太伊无去应用个想法，哦，啊，就是讲。相应诸因缘地不起用相啦，哦，虽有这个应用，但是咱无起这个用相，会当真清楚明了一切法，但无有分别的念相。而且结会小太的红果山上净，啊，就是讲，即使呢世纪末一切天灾地祸、天灾地祸结束，全部拢来临，甚至火烧海底，哦，火烧海底这是足恐怖的代志。是这么可能的代志啊！当然是真正，因那有可能，但是这么可能发生哦。伊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讲非常危险的时阵，就讲乌风，黑风吹风了，须弥山，而且伊就讲红果山上叶的意思就是讲，这是这么可能发生的代志。但是呢，这如来之法，真是上至无上菩提究竟圆满的。级别，级别之中呢，啊，就是讲这个级别上完全还阁是存在的啦吼。伊讲上级涅槃上如是啊，吼、哦，不管发生啥物代志呢，这个涅槃上是如如不动，完全拢是同款安尼。有发生甲无发生的，这个涅槃上拢是同款，我们究竟涅槃上无变对。啊，不过呢，伊直接来讲魔金永延算。就是讲，伊勉强安尼家己感觉之意，哦，逆连逆下下变，伊做这个感觉呢，也就是讲，不管就是要互伊呢，来写起一扎呢，伊克服到的错误见解，要互咱记得呢，会当做一个了解，把一扎呢错误的见解呢，来家己去除掉，哦，所以讲，伊家己讲，伊嘛爱离去了语言的文字，去去意会。语言文字涅槃之路是用言语、用文字来当描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么这涅槃之路，这心灭灭义，这个上路，这涅槃之路意境呢，啊，就是讲真正一个行者修行到迄个意境，伊家己会当去意会，吼、哦。所以讲修行的意境，啊，咱修学到伊的法路，吼、哦，啊，伊的法义上满呢，就可以来时常来甲伊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哦，所以讲这种，包括阮今日爱上有迄个精致产品公司呢，会当做包啊。那么呢，这条包好食到歹食呢，只有咱家己食才会知。无
我听我姐感觉讲唔做好食，啊，咱阮只阿祖妹的食会感觉无好食，所以讲我感受就是讲，咱如果咱这两款鸡肉是只能异味不能腌出来，吼、哦，跟咱食物件是同款的，就是腌水腌软煮滴的，嘛袂当去用腌制分子的去改腌描述的对，所以咱有做面台书内加。咱迄个记得来做这个化学的这个解水，所以家讲，如果你来当安尼，去除了伊过去不可能的错误见解，如果你用来抛弃语言文字，去改意会吼，去改做一个心灵的意会，那么你就会当少，而且吸气力提升，就是讲，你可能会多少会当变回到大海有法中的。点滴的妙，吼、哦，点滴的妙意，所以讲比较记得咧，一条路了。咱刘总点台书呢，即一段的依据了后呢，伊解读了白天心中内容，关于充满，吼、哦，踊跃做礼盒，对，讲非常感恩欢喜，关于充满的欢喜的个体。伊即一段英文呢，当然我是英文解译的，安尼讲可能。我嘛较明了，啊，咱哥前些在听嘞，啊，可能也较知讲整篇的道理，伊有解伊的大概意思是安尼。那么，你再互我去深入这个文理嘞，咱叫做慧能大师，四年前我的生命，不是互我这个凡夫无脑顿的智慧，咱去甲伊深入浅出，只是互我做一个以文解义嘞，甲咱做一个心得的分享。那么伫一阶段咧，互我深深的感受啊，就是讲，咱记得研究涅槃经，研究十几年，咱拢知影，涅槃经是咱世尊伊要圆寂以前咧，的最后叮咛，吼、哦，伊把伊的尊道咧，做一个最后的叮咛，所以也叫做提告经。那么咱记得清晰的作用在书，诸行无常是。心变观，心变变异，即变无常，也就是咧。咱世尊在涅槃经开始一种文道，那么伫遮咧，伫梦莹老师的讲义内底，互我看到，伊讲，迄阵咱佛陀嘛，佫有共一种文道，讲了一句，甲一句共款，伊个共款的意思，伊讲人生活百岁，人生活百岁，不知生灭短，不如活一日，得之了解。啊，就是讲，如果咱来当了解解脱生死的方法，一工两悟道呢，就是讲真理会当顿悟呢，那么比活一百岁较好啦，吼、哦，就亲像咱跟人讲讲话，活三十年是中时，天主活八百年是妖时，同款意思。所以讲，如果咱来当了解了解脱之外的东，就是咧解开是讲咱在。爱了解在这无常的人世间呢，咱会当体悟到生灭的真所在吼，爱会当了解真生灭的真。以咱的这个人啊，咱这有肉体的这个人来讲吼，咱的细胞呢，伫每时每刻拢会变化，拢活在无常当中，所以形成了人生的生老病死吼。就是讲，即使就是咱这人世间的因素。怀空啦吼，伊嘛拢有变化，伊嘛拢有变化，拢是属于伫个无常。如果在心灭中，咱来当了解解脱之道咧，咱就袂受生死的束缚，真正咧就无烦恼的空间。因此咧，咱就会当了解真正寂灭娱乐，毋是死后才灭的，伊是当下即时。所以讲咧，涅槃之道当下即时，天道自在。那么以上呢，啊，就是我哈，要来做一些点分享的心得分享。感谢天恩师的，感谢两位点恩师，那各位请，请各位点点大的，谢谢。
无处不去，我就是这段话，感觉讲安尼想来想去拢想袂通，到底这是安怎解释？当然，啊，你这段话呢，咱袂甲解释是时间一前啦吼，咱无法啊，大约啊，把这段话讲来啊，做一参考吼。你这段话啊，你甲讲起，你差不多是达到太初啊，你出世的1500年前，哦。有一个雪山洞主啊，啊，这个雪山洞主，啊，雪山洞主有一个当中呢，有啊，经过有一个山区啊，吼，啊，伊有听到一位老师，老师就是讲是一个大魔王就对啦，吼，啊，面啊生得歹看，啊，伊时阵会先甲讲，我看你到地当中呢，啊，我不送你一块呢，我魔煞，啊，行到地当中。有念一首诗啦，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啦吼，我发起动力来。哎，雪山洞主当中呢，伊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就差不多像六祖慧能，迄种伊哪样呢？迄种伊的啊，迄、那个啥物啊，超人的迄、那个智，啊，迄、那个智慧啦，听到名就是知影。伊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后边奥子换位啊，一定足好就对啦。所以当中呢，一直咧等这罗刹，唔够接后边出位啦。啊，就讲罗刹清洗啊，啊罗刹，这后边一定奥子换位是足好的一换位，希望你会当拿知识好好懂个啦。就罗刹来讲，我巴肚是足枵啦，啊我是无能量能讲出一换位啦。哦，安尼就对啦。但是圣工作当中呢，会使甲讲已经伊的心性已经进入佛菩萨王府的迄个赞助，哦，伊一直咧紧张要了解即句话尔啦。伊讲你若确实有走啊，讲出话啦，你爱买哪货，爱要食哪货，我拢会当个是啊，提供你食对啦。唔过就为多少来讲，我要食的物件，唔是咱一般一个食品。哦，因为我们这个物件就是咱人，迄、那个肉啊，血淋淋的咯，啊，迄烧，迄、那个肉是啊烧烧啊，啊，食咧咬落去会怎流怎抓出来，落啊血淋淋咯，你看就对啦吼。哦，但是因为在雪山洞主啊，伊不开心，伊就来讲，如果你会当把这句话啊念出来我听，我即时当把我做包天不食啊，对啦。但是迄时阵啊，当时。伊这个雪山庄主啊，讲一句话出来，当中来热身，就来讲，啊，你讲这个当中也无经过，啊，什么人要甲你信啊？所以呢，为着听实话，尔就一个新的庙仔，头迄个可能啊。所以雪山庄主即是手点的，上天在上，啊，我雪山庄主在下。如果热身来，但我会当讲这首诗给我听，我会当把我这个肉体啊，我放互人家吃就对了。所以迄个时阵呢，伊即时后壁讲出来，生灭的伊特别严重。听一个当中呢，雪山洞主啊，会使甲讲废话妄取啊，即个身体拢装袂起，哦，装袂起伊即个身体啊，伊已经当下是进入到这边战场。所以呢，伊若为着要承诺伊的诺言啊，装袂起起来去，我跳了。那跳了当中呢，伊伫个当中呢。啊，伊怎啊？即个都啊，无啥，我变成山神啊，我那神条，我那神条就对啦。所以遐嘛是要靠着雪山洞主啊，伊这个神情咧对啦吼。啊，所以这段话啊，应该差不多伫迄个意思吼，伊大约啊，迄个来源就对遐来啦。不过因为咧，因为这段话。啊，后壁解释较清真清楚啦吼，啊，伊有讲者，因后壁咱无法咪，那这个把伊即部分啊来加强伊做，个因为伊后壁咱表面咱来说的一定有做法讲清楚吼。因为无处依依，无你就是安尼依依。书法逆中成语，你就是这段咧依依面啊，吼，安尼就对啦。但是咱讲伊前面咱看见吼，伊后壁迄句话。我就是代表讲，哦，记得啊，要继续讲意思吼，哦，因为你是这段话伊迄面啊，伊讲啊，伊都要继续讲伊迄
迄个提迄个理由就对了吼、哦。一切众生啊，皆有疑心啊。哦，即嘛记得就开始讲啊吼。一切的啊，这个了众生啊，都有两心啊。这个两心就是咱目前中咱即嘛咧讲的，一个就是发心，啊，一个就是实心。啊，你发心就是咱一般顶咧讲叫做灵魂呐，好个叫做灵魂。啊，实心就是土，咱叫做讲叫做肉体，所以就直接安尼讲啦吼。为实心，为实心发心呀，有这两心啦吼。伊讲实心是无常啦吼，啊，有心是有别啦，发心是常啦，吼，无知无觉啦吼。因为咱们个讲起当中呢，实心是无常啦，无常就是讲，你这个世间有生啊有灭，哦，当然是一个四大假的，哦，最多风土，然后假佛念佛啦，吼、哦，这是一个四大结合的物件啦，吼、哦。但是实心、有心、有灭、发心是常，无离无觉啊。那讲到在迄个发心的本性当中啊，伊是一种无离无觉，安尼就对啦，哦。所以呢，有知有觉，经文心灭灭意，心灭归欲。啊，经这个经中呢，一般经在讲呢，心灭灭意啊，伊这两句话就是咧用伊的机器咧话咧问大师啊。啊，经文就在咧讲啊，心灭灭意，心灭归欲者，哦，啊那安尼当中一个是常，啊一个是无常，哦，啊但是当中经文咧讲的就是一般经在讲的心灭灭意，心灭归欲。唔知影对一个咧这边，啊，唔知影对一个咧受落，安尼就对啦吼。到底是发生咧受落，还是发生咧接落？啊，这边落安尼就对啦，意思都讲明就对啦吼。核心受落啊，伊个讲不信，核心这边啦，啊，核心受，唔知对一个心苦啊吼，啊，咧这边啊对一个心苦咧受落啊，核心啊就是叫啥物事嘛？哎、欸，这个问号，伊也得一个问号嘛，就是个问嘛吼。若失心者，失心必是四大分散。他所讲，那是这个失心的受落的话来讲啦吼。那是这个失心的受落，失心必是失心。伊咧想讲啊，这个叫做罪过方土，咱一般性讲叫做假土因土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当中咧，你这个经，这个世间啊，这是一个基存在啦吼。伊讲啦，他说这个呢，伊会四大分散，钻研是苦啊，啊，这个有落，这嘛是无落啊，心这个心落别墅，哦，这有四大苦地的，你要怎讲？这个叫做落，伊嘛讲这个嘛无落咧，伊咧怀疑咧，哦，苦不可言，你这个是苦啊，我同你讲的物件呢，你安怎听讲这个苦？对不对？化病苦啦，吼、哦，还是诶时阵啊，无钱嘛，苦，一切物件拢苦啦，辛苦白听，种种物件，哦，所以伊才讲出话讲，若发心即灭，假使若即个发心啦，吼，若即个发心进入了即灭啦，吼，咱来听吼，发心进入了即灭，即动车木花招，随动是动，哦，即卖即时呢，啊，记得一直咧研究，一直咧问诶问题啦。他说：“讲你那迄个，迄个哪呢？迄个发心，就是咧讲迄个灵性的分体啦，吼。迄个哪？他是讲这个，这话来讲的啦，吼。啊，那是什么人咧受用呢？哦，所以有发心是什么体体？我问是什么利用？叫做一分莫用，心要是常。所以你去大会当中啦，吼，咱各位见面，到这个心要是常，这个话当中呢。”是记得错解，把心灭当作是常灭做解说，这是记得伊错解啦哈。因为这部分就是记得伊哩伊用伊个看法，都继续咧问啦，做大师啦。哇，这部分拢会是用记得咧问啦吼。所以呢，心灭，因为过去的当中啊，佛陀谈讲的物件吼，伊要对心，伊要的时阵对心的相对来讲。是因为心灭相，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世间啊，变成一种的所谓两个二元对立法，两元对立出来当中三心了，咱伫这咧怀疑。所以因为今仔日的当中，佛是直接来讲到这边归落的物件，那这边归落就是咧讲到实相本体物件，是甚物人归落，啊甚物人来破，嘛无甚物人归落，啊嘛无甚物人来破呢？迄就是已经变进入这边的战术，所以后壁讲的，我袂怕。
谈多于正的传承开始哈。那就这段就是咱记得咧怀疑咧问的啦吼，我还有啊，大家好来做一了解哈。什么是上？那阿弥当中五蕴是什么之用？叫做一蕴五用啊，对啦吼。所以这段当中呢，这就是一种伊的一个偏差的错解，就是讲咱一定该了解当中的记得，就是用文字的解读。依文解读，所以伊当一直看袂去变个分体性个物件。所以，这个是分体性个物件。我文是心的之用啦，伊把我文当作心变的用物件。所以这段话呢，咱头下地方一个所在，我加强做分体性。我文，心，心。这叫做五蕴，啊，因为伊讲五蕴是心的之用啊，吼、哦，所以有经者呢，当然发性是心的之体啦，发性是心的之体，这个物件，咱甲做做哪呢？咱分做，咱无法甲分做五分水啦，吼、哦，五分水吼，吼、哦、有变水，看来做变，可能咱也看好有啦，吼、哦。这杯水，那个正啊，哦，那个这个是地水，地水哈，好、哦，这杯水那个这河水，河水，这杯水那个是咖啡，哦，这个那个正啊，哦。在这，我的工，真没水。天水，气车，气车，哎呀，气，气。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呢？那个是地水啊，地热的水啊。哦，啊，这个呢？那个地热啊。哦。那个比如做那个啊，有奖，有奖嘛，分清楚看我们喝的，喝了我祝贺啊，好，那个好，那个就是我们好，啊，现在各位坚定哦，你等下一定要注意哦，这五种的物件离不开什么物件？当然啦，这五种是离不开水，对不对？这五种离开水果，这。我是既然无用，水的本体叫做哪？水的，我要去体性，该是要体性。因为离不开了，因为离无开了水叫做体性嘛，对不对？离叫做体性。啊，是那这个性，我会比着去报价。性内面讲我意识的主体性，因为伊是你的梦中梦，叫做叫做性。啊，因为伊这个水，这个水，这种意义。因为伊在那个离开这个水当中啊，伊必须讲袂当所有物体，所以因为伊这你若假使讲溺水，你若甲离到浅河避水，乌的水你甲离到浅避水，加边甲离到浅避水，地你甲离到浅避水，各项你甲离到浅避水，这五项甲离到浅避水回归就是个分别性物件，所以运动化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意思，运动化。但是因为色、修、相、形、色，无离开这个物件，对不对？所以叫做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安听啦吼。色、修、相、形、色，亦求如是，种种相相，啊那叫做色空不异，静万年；受空不异，心如镜；相空不异。哦，迄条做什么啦？啊，到色空不离啊！哦，迄条做，哦，迄条做，就是空不离观自在，色空不离才变出来啊！你找这物件来，你这五种的物件当中，因为咱今日去失去哦色贪的，咱必须这杯水无呀，咱变成啊汽水啊，汽水，
咱变成叫这收砍掉嘞，咱变成这水梅啊。咱若收砍掉，咱家己就梅啊。咱家己这水梅，变家己。咱若收砍掉，咱变成这地水的地梅啊。咱变成这收砍掉，咱搁食的物件，这水梅啊，变成全国食的。所以咱的人，咱当叫错解意思，叫这物件还是错解去对。咱离这个六十二件本来来计当中，就是修相形，实际无嘛，变出来变六十二件本。所以这六十二件本，甲你蒙蔽着你呐，你的这个本。啊，那你变成呐，你变成个蒙蔽。你发现物件，实际相形，实际的六十二件本的物件，甲你砍掉的当中，你变成你个本的什么物件？其实你是修相形，实际离开。离开不了啦，不了伊个总体个物件，伊个真实体现个物件。所以伊毋通讲实修相形式，修相形式伊就如是，无离开拢总修相个物件，安尼有通离开无？所以咱变成你这实修相形式，你这物件，你这你好像白死，所以你袂当看伊个本体性个物件。所以你用文解，用解啥解会通？用文解你解袂通，因为你看无着内底物件，你看袂外口。溪水、湖水、咖啡茶，搁只歹尔。你无看到伊内底因啊，因因茶本体性个物件。哦，所以安尼可能咱讲伊真名，安尼就较了了解伊意思。哦，所以我有是甚物字哦？这是个错解，我嘛，这是当时啊，记得伊个错解。哦，我有是甚物字哦？叫做一天我用，甚物是上？这是错解哦，毋是咱毋通来解释这个甚物是起。好，这个错解讲完了吼。性质，性质从体起用，灭质灭用不起。所以因为这是因为指导和治疗性的上瘾较白条的，伊袂当了解伊的本质性啦。就是讲指导伊叫性修性名词才白条的啊，伊无了解到空体本性出来啊，所以伊就是性别的物件。若听明显，伊就开始解释哦。那安尼当中，那如果会了解讲。有当后世过来生啊，过来轮回生，啊那是含幽情之类，不动不灵，那是幽情之类，动不灵物件，不是会一直来吗？啊，如果若无天定性啊，那如果若袂当个转世啊，那是即笔当无幽情之物，都参照迄个石头、甲草木，因为袂一当个物件，哦。所以如是，即一切诸法灭涅槃。所以我按按的是，咱是当时要环境咧讲的，诸法无常是心灭法，心灭灭意，心灭为了心是用气哦，涅槃软甲激活，叫恶事就对啦，安尼对啦，叫涅槃上我阿恶事安尼对啦，伊咧怀疑这个问题，哦，涅槃就是已经经常的意思嘛，你叫涅槃恶事安尼嘛吼，上不得精神，如果上不得。上不得心啊！佛老师，你对这所在来讲，各位在这了解这段话吼，咱过一年，这段话咱还有啥物意见？即摆咱针对这个，咱两年各位还在对待意见，安尼敢听？我咱今年咱今日结束啦吼，唔忙过听下无意思啦，听无意思。咱咧讲个意思，讲袂对啦吼。我即摆把这段话讲安尼，咱来听无啦。如果若听无，咱大家做研究者，啊，迄个袂讲后边嘞，后边，你解释个是讲做。是啊。因为失心啦吼，咱人生是心脑变数好啦，即个失心。是心脑变舒服，啊！咱既然今年四大火山就是讲，咱这四大气候水火风土结成的物件，然后食落去讲，今年这个火当中，这个马上叫做土，哇，土热，土烧啊，土变啊，土巴肚疼，土头发苦啦，是安尼变成变动，是不是安尼？啊，伊迄四大火山嘛，四大食火嘛，啊是，然后落出叫火大地嘛，哦，这个人已经的时阵啊。四代解散的时阵，咱会啦。哦，你变成电动，是咱世间的人的电动把苦，把动作都变成咱自己的电动，到
情，甲上当作无常，这个叫颠倒啦。啊，甲乐、甲苦当作拢，这个叫颠倒。因为咱世俗人各合并，把伊颠倒，就是讲咱把痛苦甲当作快乐，安尼对啦。好安尼啊。好啦，时间到。一切众生皆有二心，敢是咧讲性甲命？一切众生啦吼，二心就是我重要，第二个色心。色心啦吼，色心就是咧讲啦，就是讲肉体。肉体，敢是咧讲面？肉体也是讲叫做生命，生命也是讲啦吼。啊，发心就是讲性命，对啦，讲讲性命吼，发心，这就是讲性体。这叫做两心啦，啊，咱观点讲灵魂啦，无唔对啦。啊，咱一观点就是较明显，讲做性命相修啦。哦，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法体啦，吼、哦。哦，啊，这个、叫做法体啦。第三个解释啦，所以讲这个性命相修无二心，啊，就唔对啦。你讲安对啦，哎。哦，性命。哦，安尼咱先讲下，咱大家知影啦，吼、哦。来，咱都继续，咱都继续去讨论啦，吼、哦。咱唔知，咱大家。因为咱即马就是讲把这个唔知甲出就讲出来，啊唔知唔知啊，讲的都唔知啊，啊唔知啊，后边这个讲都唔知啊，吼。啊有影听吼，唔知讲的就唔知啊，吼。啊来讲无知啊，因为咱咧学经啦吼，咱学做官兵都是一定会看会有答案，爱咧学，啊若看袂有就唔知。你我听无看无，有点只，啊你到地上听咧，咱毕竟唔知，你系什么意思？吼，书法。你是失主，何失华德，断雄下片，以罪上刑罚。啊，古逆所说，即失心瓜，必定发心。离心灭，离心灭，犹如之灭。犹推啊，涅槃无相乐，涅槃相乐。言有事，言有心事用。此乃即人生死啊。世乐，逆乐，逆境同悲，不为一切迷人，人我魂合合为主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因相，破心破事，念念牵牛，不知啊妄凡之计，妄想如何？以上乐涅槃，凡为可相，终极地球，不变诸国。乃是涅槃之乐，刹那无异性相，刹那无异一相，应无生灭可灭，即是即，即必现前，当现前之时，亦无现前之用，乃为常乐，初乐无有，初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天可有之名？何况应言。涅槃定乐，诸法明因不生，此乃众佛啊，此乃众佛规法。哦，这句话呢，就是咱当作大师啊，咧解说呐。这句话咧讲的就是，咱迄个做记者啊，咧问大师，伊的语气冲错一声。换这句话就是大师咧解说给记者了解吼。你是失主，何失华德？断上下见，以最上法。你是一个实在的太子啦，吼、哦！你这个哪呢？你这个地主啦，吼、哦！哎，使个解释讲，你是一个佛教，你这个地主，佛教文盲的一个地主就对啦，吼、哦！你太当，你何惜话多？断上下见，以最上法。这段话当中呢，咱有感受的讲。哦，这个也叫下见夫，啊，下见啦吼。你迄个咱即咱人生啊，迄个六祖啊，第一句话啊，有一句话，啊，不敌一法无见，大事无闻啊，也无变；不敌一法修空地啊，大啊，凡如虚空心相见啊，就是这段话，也是个解释你这个物件。当时地上也、啊、就是不了解什么叫地法，什么地法？这地法的物件，伊讲不得一法尊什么啊？哦，尊不见吼、哦，是无？不
不敌一法尊无见，就是无迄两毛话，一个尊无见，一个叫做修空机啊吼，修空机啊吼，吼，一个叫尊无见，一个叫做修空机嘛，对不对吼？有这两毛话嘛，啊，伊重点是做重点，就是点法，啊，就是讲当时这个制度当中啊，伊未当了解到这点法的道理，伊咧追求外道的物件，安尼了。一法是叫做一法，一法是叫做体性，体性。一法哪一个东西叫做自性的本体性？一法就是啊，叫做一心，啊，叫做一哦啊，会使个解释叫一心，嘛使个解释叫做实相，实相。啊，嘛使个解释叫做真空，拢会使个解释。所以个东西一法，啊，这一法啊，稍微点就稍微点咩，稍微办法。所以你当时去到这个地方烧掉，所以你照片蛮难出来，对吧？当时地上这地方烧掉，就是中国建修的空间，一年办法可以学不了的物件。你咧世上十八百物件当中，拢总有办法。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一切、你的行动，你所有看到这物件，这种办法，一年这办法你研究不了。啊，咱世上的人就是一年忘记掉。忘记了伊的这个本性，这个这个实相实相体的物件，袂记得着这个物件，所以向外一直追求。啊，所以追求了到尾当中，你想讲当时知道，伊就是因这个一法伊唔捌，这个唔捌的当中，因为伊外对外口的这个性别性的物件，对外上这物件，啊对外上伊一定就是没外对法。所以咱今日如果咱这一法若无了解，这个道理若无了解，就是我拄则咧讲，对，迄个实相本的迄个水，即、这个若无了解，那安尼当中你搁学实修相形式，六十二根本去变合掉的，安尼你绝对解袂开，我就绝对无骗你。啊，所以你尊无见甲修空机，哦，就是讲，低见入低，咱老先生讲，低见入低。你建立的乃是无名之本，安尼听了。你建立的，因为这个你建立的叫做这个修空地的物件去白死去，空中本来无花，现在是修着空中花，虚空不得一法。修空地，宽如虚空心相连，对不对？你看到空中的一花，是因为你目睭的错觉，不是空中的一花。咱老人听老话言，你别一只车开来，看来当中风火，干那个身上不了条，伊身的火走了不了条无？是因为火来一拍命，因为你经过你的目睭所看花当中，你的目睭老话言看花了不了条，不是不了条，是因为一条命。迄、那个一条就是真理，迄、那个一条是真理。但是因为根本咱的目睭所看袂物件变不了条，唔是迄个问题，是你家己目睭的问题。安尼听无？就是讲，因为低见这个物件当中，何必你家己一个低个？你家己这个低个，你自信本体内底当中无这个低，所以你这个低个入去，就是你尊无见、修空见，你就是已经入低见。你的自信点已经有低见，那自信点伊进一个级别本质性的物件，伊后来这低见，如如不动不动如如的物件，后这物件，这个低见就是为何你入方便法门，进一步你了解物件，当你了解物件，这个物件就爱无去啊，未使搁有尊严物件，未使搁尊富见啊，是无去的，对不对？所以人家甲你讲，伊到尾啊。伊讲无端起意见，吼、哦，啊，迄个在叫上叫菩提，啊，迄个在，即个在精进一念猫，吼、哦，明白识事物，啊，自信，啊，自信，啊，感觉体啊，哦，啊，伊时阵啊，迄个在随脚往前流啊，不如做初心，忙出，忙于出两化，对不对？伊是在讲这段，啊，这段话就无端来起着这个意见。因为本来当中都无低见，是因为我才甲认识低见，如因无故，对不对？就像你无见，
因为你做母亲，甲小公，你就是一直你着上去看，因为去有这病毒死，所以这段话内底当中咧吼，好心话多，断上，断上相结，字字最上心话，所以你何必去执而且话多这个物件？东西不多嘛，我来甲你教啊，是安那你去执这物件？有你所说，依你本只所讲的话吼，即实心把即实心话拗着个心就对啦吼。因为当时啊，这个大叔啊，啊，这个记者讲啊，那照你咁讲啊，可能实心的外口啊，并不会发生啦。离心别，由于这边，你为着离开这个心别，到要求于这边，那安尼当中呢，又推了环对上咯，又推了环对上咯。言有心起用，思难即人生死。当然，在这段话内底当中呢，大师就甲讲啦吼，离生死分即边，你今仔日离修学科内底当中啊，变哪离开生死，变哪离开呢？今仔日你本来是体上内底当中，都有一个即边体内底当中，是因为你。只起着妄想甲邪念，你才产生这物件。伊本来当中，你伫你的本体性内底就有这物件。你去安怎离开生死？你的本体性就是生死的内底，何以得去由离开生死的？是吸收上因识六十二根本甲你吸掉的当中，你咧求这个离开生死。安尼听无？六十二根本甲你吸掉的，是你当咧求离开生死。你叫这物件甲你妄。啊！你望大条嘞，就是讲，你的日头，你的月亮，去乌面砍掉嘞，啊！你哪挂咧？未清未楚才对啦。所以呢，你若要求啊，离生死求这边，为着咱今仔去修道，大家求离开要生死，要求这边。各位姐妹，今仔日你若无走这边，咱今仔日死离开去到求这边。好，你伫遮要这边，你死死伫咧咧求这边。你伫遮咧生死，你死伫敢有法当达到这边？啊，迄个生死的定论是你要安怎想法，什么物件等你去生死？安尼讲听。所以，这个就是讲咱上界条件，咱想到一定爱哪来到一个显通别的物件，咱好想来讲显通别。咱袂使有部分别的物件，显通别。就是叫做一体性，一体性的量，一体性的量，无分别，就是吸收性流失六十二结分的量，安尼了，一体性的量，啊这性分别，你是不是叫性分别呢？你把这有看见，好、哦，你看有听见，好、哦，你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心里就是秘密，但是不是你无听？对，唔是你无见，你望到对，我看到，唔是安尼哦，是你看到无真心，你听到无动心，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性别，真安尼叫做性别。无分别就是因为我今仔日未解释、未清、未彻，无了解伊实体，就是产生我过去的比喻。哦，即杯茶五千的，到五百。那今仔日食五百，到五千的，食五百的，甲你问问。对方这是五千还是五百？你讲那种烧香呐？那安尼当中，迄叫做哪？迄叫做未清未楚啦。迄个五千还五百，这都唔知影，阿咪五共五百，阿五千我借倒来，阿咪食到真欢喜啦。我那一个小小都未记安尼尔，迄叫做未清未楚啦，迄叫做蒙骗。但是第二个一年就是五千还五百，你借出钱这是五千五百，你会跟借？你会跟借？你一借五千，你唔借五百，迄叫做借你哪呢？那叫做借你五百，这借你五千呢，按下去五百，已经有借啦。因为虽然你未知影，你未唔知影，你比你拢未清未楚，啊，他关键办事，你今仔日当中按这个按借你，这借你这已经到菩萨中，菩萨菩萨中啦，菩萨的中来啊。但是你今仔日借你到相关的当中，就是讲五千到五百，你拢知影。这五千我知，五百我知，但是我未去接你五千我五百，我原在是讲接，无一年有五百，我就不爱接；无一年有五千，我哪会接？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无接掉？安尼
讲如来啦。哦，安尼叫做，安尼叫做如如不动如如啊啊如如不动，安尼就对啦。迄就是哪个呢？你无好叫这地，甲伊做主人去，你做这地主人，安尼就对啦。安尼叫做如如不动，那个是一些性的物件，所以咱。